来个多兰剑，建议和马老师组队。哎，我记得我们组过队儿，好像组过没有？我忘了组没组过了。组，反正上回跟谁吃鸡来着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荣耀存于心，废于行。啊，上回跟小 C 呢。不行，那吃鸡那游戏得玩时间，得玩的长，你偶尔玩一下那根本就玩不好呢，那谁也打不过，那基本上进城就死。我们想吃鸡就只能狗，狗可能都不一定能好使。现在都厉害了，我跟你说，以前啊，我这以前第一把就吃鸡了，就玩那游戏第一把就吃鸡，我就感觉这游戏挺简单的，就是又打着鳄鱼啊，还是点炎鳄鱼，这我接受不了啊！中风，戳一刀，平A接戳，吃药，中风。拖，让他拖战啊，让他没有怒气。让他的怒气下去。插个眼儿的。鳄鱼这皮肤，我觉得这个皮肤最磕碜。一扣耳链，小耗一下，一过来，哎，接一过来，接戳。你以为我要中风，其实我是戳一下。中风。戳一下。真猥琐呀，这鳄鱼！我发现你打个牙说你这么猥琐。一扣耳链 ，A 接 W 接点炎 ，E A 接戳接死亡，没事儿。哎，小钻，小钻，我这荣耀离别已久。学个抠，学 W 干嘛？我跟你说，这亚索，你就玩不玩，你也得学 W， 知道吧？你就打什么英雄，你也得学一个。一扣耳链，平 A 一刀走，戳一下，再戳一走，一扣耳链一走，戳一刀一过来，要保持距离跟他，知道吧？插个眼儿来，一过来，一扣耳链空了没关系，一小兵平 A A 一下。这波我们大意了啊！往前吹，我大意了啊！我大意了。其实感觉能杀，刚才。E A 好了，我不应该直接 E 他的，我平 A 接个 E 就能给他换了。
我大意了，这波大意了，这小子还有个点烟。没事，我们已经有攻速海了。你看我跟着鳄鱼玩，我跟他玩了这么长时间啊，我每一波耗血都是赚的，他就耗了我一波，我们直接就死了，看到没？就这英雄就是不讲道理，所以我们就得用我们的操作来战胜这个鳄鱼。真猥琐呀，这鳄鱼，这都不敢打，兄弟啊！你这都不敢打，你是真猥琐。我发现，那这样啊，既然这个鳄鱼这么的猥琐，我们也不硬上去打他，我就让他们让他依我们，我们就慢慢戳他。哎，我们就慢慢戳他，我看你上不上来嘞。哎，你不上来，我就戳你。不行了，这是一套容易给我秒了，斩个风。这怒气确实是有点讨厌，先吃个药啊，别急。快跑！哎，我们得跑。这波把他大打出来，我们就跑，不能再跟他打了，我们去吃口屎。哎，跑了，中风，戳一下，再戳一下，中风。这不能再回头了呀，这小子妈的，赶紧去吃狗屎去啊，他有怒啊。哎呀，真累呀，跟他玩的呀。好，等他把技能放了，他死了。好， Q 放了， E 放了，戳一刀点炎， A 戳一，拜拜。一口耳电，没想到吧，小鳄鱼。最尖儿的猴哥，谁的尖儿？我看看啊。谢谢阿苏的飞尖儿，谢谢苏阳人的飞尖儿。俺们这房间 VIP 行不行？只能有一个。昨天有人说苏阳人再也不来了，不要给他上飞机，不是上飞机啊，不要给他上 MV， 哎，那个 VIP， 我说不行。拜拜。那苏阳人是俺们直播间唯一一个到达了27级粉丝牌的，这能不给上吗？那肯定是不行。一层塔皮还行吧。你呀，我是真不知道到底你要干哈。哥哥，你要干嘛？哥哥，
不知道这鳄鱼跟蜘蛛会不会在草丛里边呀、啊？有点害怕啊！往右边稍微扫一扫。有点害怕啊，在右边。好，中风接大戳，点 A 一平 A 接一个戳。中风，老司机带带我。哦，我的天，赶紧把千珏的红给他拿了。也不能说是千珏的红吧，我们蓝红队的红，这并不是他的红。你把 E 用了，哎呦我操，还挺能走位兄弟，但是没有用，我的刀很快的。人家没走位，怎么没走位？这还没走位啊！蜘蛛应该是在打那个河蟹啊。赶紧回家，这波不能在此逗留。我戳，我再戳，我再戳。哎呦我操，小走位，不能跟他打啊！这波蜘蛛在我旁边，其实我应该回家出装备的，我都不上，我就在这看着。哎呀，蜘蛛应该是去中了，回家了。因为我们有盾，所以不怕这鳄鱼晕我们。哎呀，我哥无敌了，我哥！哎呀，我的哥！嗨、哎，我的哥！鳄鱼的英雄，你说八个不八个？嗯，你就说八不八个吧。哎呀，我操了，这英雄打人是真疼啊！太八个了。嗯，出点护甲还行。刚才要是有个小反甲，就死不了应该。绿叉说不定能赢，绿叉啊，绿叉也费点劲，他就是打人疼，你知道吧？他有点盐。我们要是在没有小兵的情况下跟他打，肯定是打不过他。我们得靠我们的机动性来跟他打，你不能亚索跟人硬怼，那就有点傻逼了。刚才这波是一波反面教材啊。
这怎么破败了？那确实是没办法。哎呀，太难打了。这也是一波反面教材啊，尽量不要跟这种破败鳄鱼去单挑，因为基本上晕到我们就是死了。我先勾引他一波，这一波他秒不了我，正好我们把他勾引出来，利用小兵将他击杀。算了吧，去下路吧。那见不见呢？这我这人走一走半截浪给我捆那儿了。这局没了，十五点了，你们没前排。小伙子，说实话，刚才我都没有特别好好的在玩。如果你非得要这样说，让我们十五点了的这种话。队友呢？队友呢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的天哪！哎呦我操！发生什么事了呀？太追，那鱼就在草里边，太追，蜘蛛。别在里边待着，快走吧！还搁里头待着，鳄鱼来了，鳄鱼完了，鳄鱼我杀了，还行，近没死啊，可以接受。哎呀，确实稍微有点脆，你知道吗？看看对面几条龙啊啊，我们家两条龙，那没事了。认真操作起来，别急啊，别着急。刚才我们配合的不是很好，这人不让我拆塔，确实是有点烦。把塔推了。可以，走，不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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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这波不能打了。不行啊，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打输了，我们大龙就丢了呀！不能打，不能打啊！两个。先把这永恩给我杀了，中风。中风。哇兄弟，这死了确实有点难受啊。这小黄毛看他敢不敢E吧，他敢E我们可以打。哎呦我操，七百可以，不亏。还是得来个蟹手啊。
把他杀了吧。还是得来个蟹手，不行，不能来蟹手，兄弟们，只要出蟹手我们就不厉害了，这不能出蟹手。这波呀，这波得把这个装备给卖了，再把这个装备给卖了，出死亡之舞。我操我的哥，这么猛吗我的哥，我的哥哥，哎我操我的哥哥，两下，哎可以，再来一下，这不用交进化，这交什么进化呢，他三件套啊，伤害有点高，有火炮吗？这 W 没定住不应该呀、啊。打没打呀，这没打吧，应该没打，没打，没打，没打就行，没关系，小龙要不要兄弟们没跳弹这怎么下去呀，这不行，这个千珏没大了咋办啊，龙好像要不了了呀，不行不要了吧，那对面肯定有眼儿，那左边不能打呢，我感觉我们家现在打跟对面打架应该是打不过，现在我们不能跟对面打架，我们得单带，但是单带又带不过，现在有点陷入了僵局，说实话有点僵住了。你跑个屁，跑上了还是谁死了，没事，我们来吸点血，这怎么都死了呀，哇，这蜘蛛有点高啊，这虚区大意了，我大意了，
给我两件装备的，这把就差不多了。我的哥哥好像有点厉害呀，我的哥哥呀，别打大龙啊，完了，大龙没了。这小黄毛还在这秀，我让你秀，喜欢秀是吧？来，把这鳄鱼杀了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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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了这个鳄鱼，我们能有很长时间能拖他们。来走位，我就喜欢你这种走位的人，对，走位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哥哥，今天俺俩这把啊没完。这把我就要杀我的哥哥，我就要大义灭亲。呀，来，哎，别，哎呦，对，小龙，我先打个红的，兄弟们。回血很快，没事。小龙，这死没了这。减速的，蜘蛛是不来了。二打三，打不过呀！这我操，他有护甲，这二打三有点打不过呀！哎呀，这怎么整？我没有护甲，他他妈出了一个守望者铠甲，守家吧，兄弟们！这波是我大意了，这个龙不想给，确实不应该啊，应该给他们的，这龙应该给。确实没什么要跟他们抢的必要。哎 ，nice！ 不用反甲，我们出春哥。光头子，不过没事，他们推不了什么东西，没有兵线，没关系。
像这种时候再带中路打其实就没啥意义了，因为他们也进不来，对面很有可能要推上路，你这别打呀，守家呀，他们又进不来，你说这有什么好出去跟他们打的呢？先把鳄鱼杀了啊！这波哎呦我操，这个疼啊！别死啊！别死！别死！守家！千珏漂亮，千珏给大，可以。这个永恩太狠了，我操！我砍不过他，我死亡之舞单挑怎么能砍不过他呢？不太应该呀。